燃茶，这个是茉莉花茶。挺好喝的，比那个东方树叶的那个浓一点茶味儿。也是没有糖的，没有一点甜味儿啊。就是纯的茉莉花茶味儿。然后这个是青柑普洱，没咋品出来。这个回甘有一点点酸涩，反正应该是那个青柑的吧。其实这个吧，爱喝茶的应该能挺爱喝，不爱喝茶的估计这个味儿应该接受不了，不爱喝茶的喝这个就行，茉莉花茶，那个100%人能接受。这个就比较小众，这个比较大众，拜拜。